你别安那规划，那房东原来就只是租给人家，哦，租就安那咧用，附加就给你，啊用完就是。差不多就是伊用固定还租。固定。哦，固定你搬走大概一样，可以一定要给我准备，我给你准备设备。我可能哦。哦。这边租两万五，另外一栋跟另外一边221吧，那边223，然后221那边也有去看，然后是看七楼，比那个小一半。小一半还是三房哦，三房小一半的，它那走道很小，它、七楼，然后租2万，两万三，那两块不盖，我看我就不要了，还要老板看，小超多的，好、哦，你来看，好再叫老板去看，对啊，你也不爱就不爱叫伊看，对啊，哦，你就是你吹，对啊，比我更大不是更大，哦，那叫我自己看喜欢再跟他说，嗯。啊，钱嘛，钱确定我老板出来就对了。管理费什么？电费、水电我们自己出。你们水电、第四排网路那些。使用的人是吧？你们来公家费就对了。我还较袂去用浪费。对，跟便利商店同款。没有人会给水电费。还跟便利商店同款。便利商店嘛，加盟的呀、加盟店你要自己出，自己出电费。那平均一个人差不多2000块、2000块。对哇、电费嘛，管理费啊，租金，管理费3000多了，3100。啊，租金25000嘛，啊25000要扣税啊，因为是公司付的，公司要扣11.9%，啊，房东实际拿到22000。有中庭就安尼啦，吼，电量真省啦，吼，然后是恁去尔啦，对哦，恁家钱较香啦。啊，伊要天然瓦斯。哦，啊，天然瓦斯嘛，家出啦。天然瓦斯无咧用是袂啊，省钱古爱啊。网络第四台跟电，我想一个月一个人最多1000块吧，最多啦，不会太多。还有那个饮水机，你爱接泡泡泡都叫修啊。啊，恁去爱做唔爱节俭啦，做唔爱节俭，你食恁的钱啦，系啦，哦，所以用安尼，互你快省电啦，较袂个浪费用，较袂个浪费用啦。恁董事你嘛是爱甲讲啊，两个拢爱那样个啊，安尼讲。董事，因为你爱做钱个啊。系啊，平时拢爱做钱，你嘛爱说你啊。还起二十多年了吼，咱就公家，伊讲即摆拢公差不多20吧。对啦，20年前才有咧较早起个。不顶装，就是他买的，就是他买的啊。因为里面的家具家电，他就说。古话拢新点点嘞。都是新的、啊。你说房东买，怎么可能都没有装修过？哦，啊，那若是你无租，伊话咱会使来搬呢吼，那伊若唔可以租，那无啊，要自四租，伊话会使来搬走呢，伊有管理来搬走。啊，因为伊有更好的家具，人看了较介意，较便宜，对不？较会行。看了就是，像恁一般的上班族是不是安尼3-5万来就在做？平常嘛，新的呢，衣橱非常大。伊在住的间后边拄好有走道，拄好咧停车做准备。那就有阳台了。有阳台，我叫伊水上机，你不会当。我叫伊水上机，你不换迄个阳台啦。我叫伊讲，我水做下来一边机啦。啊，囡仔放住啦，因为放外口，迄油烟、迄囡仔垃圾啦，啊，是囡仔拢放咧收入，收入，啊，要比就比咧，就拢来。我嘛叫人来变少好啊。